COVID-19 coronavirus pandemic. Last update, May 25, 2020. Coronavirus cases 5,497,443. And the death cases is 346,669. And the recovered cases is 2,301,957. 我跟昨天比了一下，发现这个 case 还是多了很多。昨天是540万，刚刚540万，对吧？540，但今天就是549万了，就是多了9万多的新的病例。所以这个事情还是在，就差不多一晚上就能这么多。对，但一天24小时的数据更新，就发现多了9万多人，是很庞大的数字，所以完全没有特别好的转机出现，因为真的疫苗还没有研制出来，然后有效的治疗药物特别有效，明显有效的治疗药物也没有确定。希望明天能让大家看到希望。好，peace peace。